哦，放下屠刀嘛，对不对？原谅他嘛，哦，啊，你就原谅了，原谅了，哦，饶恕是真的很重要哈，要从心里头，哦，靠主耶稣饶恕，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做不到了哈，所以人是真的很痛苦，哦，饶恕这个最重要，啊，义呢？义就是正义公平，啊，正义公平是不是爱心？我说这个是爱心。我的患者哈，啊，我帮他打钉子，啊，他如果哈说，哎，蔡师长，这个钉子我可不可以带回去？那个钉子如果尖尖的哈，我说这个不可以带回去，这个会伤害到你，能懂吗？恁囝难得给你爱一个尖尖的玩具，你也好意无？你讨个判伊敢好意，对不对？公平嘛，不是我们宠他，安全第一嘛，不是讲讲而已，义就是公平公正。我哈，这个领带夹哈，是我去最高法院演讲的时候，那个院长送给我的。啊，那一天哈，哇，我真的有感而发。我说哈，台湾哈，最大问题就是没有这个公平这两个字 ，justice 这两个字没有，所以大家拢嘛无相信，无相信法官的公平，对不？有一判生，无一就判死，对不？好，就是这样子。啊，收受贿赂，啊、哦，啊，路也都不平，对吧？路给他破个平，我都袂底下咧，这么不平。那公平正义哪一点可以看得出来台湾缺乏？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哦。这是我从上一次消费券到现在第二次进来美丽华。我上次来的时候就是拿那个消费券哈、哦，那家开啦。哎，大概有大家开我消费券有啊，有人有无？有人在家开消费券来，安尼有，这样也有啊，当然啊，跟我一样来。哎，他们叫你对我来，看等下来讲为什么用卷子。结果我昨看新闻讲吼，那一个人把21万的消费券，哎，黑的对哈，我唔知道，无退换嘛，对不？吼、哦，啊，结果讲吼，讲要叫马总统安怎华爱开恩安怎有诶卖碗糕啦。我讲安尼哪会使啦？这都无公平啊嘛，对不？对无公平啊！你若安尼算落，大家拢免算啊，赖皮就好啊，对不？缺乏这个，这个不是可怜不可怜的问题啊，这是公平的问题。每一张钱，我这里的每一个钱，跟消费券有什么不一样？我跟你讲哦，这跟消费券有一个一样。我这个没有要发。这个有一个使用期限，什么时候使用期限？我若挑起，我都用不掉了。就时间点嘛，我可能看这样处理，再叫我挑起啊。所以我在这里做告别演说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大家要知道是有使用期限的，帮我修剪好，谢谢。好、哦，这样懂我意思吗？你要有时间观念，你没有时间观念，对吧？我说我你们讲几分钟啊？哦，公平正义是最重要的，你要有尝试嘛，对不？还跟马总统什么关系呢？马总统也在走的时候，我大家都找他订火车票，听我意思不？那个时候订火车票的时候，哇，他死啊！这台湾已经出大事，因为订火车票都要找总统府的时候，那、啊、什么大事不用找总统府，对不对？公平正义的问题嘛，这样懂吗？当我跟你讲你没有火车票可以来找我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，这样懂吗？来，头发这样吹起来。好，好，为什么要讲笑话给大家听哦？我们讲第四个字啊，哈 ，love， 叫 love 还是 love？ 哎，那个英文较好，那个小姐是 love 还是 love？ 哈，哈 ，love，love， 啊，反正笑笑的，哈哈哈哈。来，大家讲吼，听讲吼，我最近看的新闻有一个老来子啊，跟因妈妈调感情，去遐笑笑笑，有无？大家看这个新闻无？有无吼？哎、欸，有效呢，我有甲试呢。来来，大家即马笑笑一分钟来试看下来。唔知变怎，哦，笑袂出来吼。我吼，我囡仔吼，即马一个四年，一个二年吼，我足无用的吼，有当时啊足久甲看到因吼。但是我安怎解感觉安慰你知影无？我听到囡仔咧笑吼，我都目屎都流出来，真的。人家说地狱是什么意思呢？地狱的意思就是你再听不到小孩子的笑声，叫地狱。
你要看到迄个小孩子在笑吼，哦，你就感觉爽。啊，但是吼，我是希望讲看到老人会当笑，因为老人嘛是咱囡仔嘛，对不？那老人会当笑吼，咱台湾就进步，对不？啊，所以迄个人啊呢，啊，无叫伊去化疗，啊，叫伊妈妈吼，大家起来也都安尼笑笑笑，啊，想办法让他笑这样子，哦。老来子才艺于亲呐，吼，哎，哎，我是蛮讲我八十岁时阵，大概即马伫只百二岁吼，啊，我来再个讲故事，我大家听下咧，好不好？哈、啊，哦，老来子才艺于亲，吼、哦，笑很重要，哦，啊，笑也是有效的，哦，我们心情好会笑，笑也会带着心情好，啊，另外一招吼、哦、就是拍手，我教大家为什么要拍手啊？因为你心情好的时候拍手，拍手也会带来心情好，来拍拍。哦，啊，免本钱对不？哦，我现在都有啊嘞哈。啊，快乐哈、哦，快乐很重要哈、哦。啊，怎么样子会真的快乐？其实是心灵的快乐。很多人哈、哦，把这个快乐这个东西曲解，所以他们不了解什么叫快乐。啊，欧美人士在这上面特别严重，所以他们乐就把它变成性泛滥。变成吸毒，哦、但是，一种乐拢足短暂的，了后你就会艰苦，因为空虚。人、哦、是一个心灵装在一个肉体里面，这个肉体，那心灵离开就翘起啊，是袂快乐的、哦，所以你心灵很重要，所以你没有爱、哦、不会快乐，没有爱不会快乐。所以呢，再来讲物质 ，luxury。这个字 luxury 这个字呢翻译叫做奢华了，但我这里叫做奢华、欸、我不是怕不到我跳底下来、欸、奢华是不好的、哦、刚我要用而已别人都不能用这叫奢华、啊、你如果做奢华的时候就是说、欸、你敢让大家用、欸、敢让大家用、哦啊、大家要用的你敢用最好的、哦你就是舍得了，啊，了解意思不？咱台湾的公共设施吼、哦，无好，无好，吼、哦，因咱舍不得，哎呀，啊，还有吼、哦，包工程的人吼、哦，哎，我还要养家活口啊，对不？我早起来每天塞车来，拢咧开越野塞，吼、哦，因为咱围起来，肯定就讲，哦，那个哦，一年塞，拢咧哦，吼、哦，公共设施做无好，那就可惜的，吼、哦，要舍得。2000年的时候哈，我那时候还在台大当住院医师哈。啊，那一年要大选的时候哈，我在中山足球场到最后一分钟。啊，那时候我是住院医师，啊，我们教授也在那里。啊，我们很支持陈水扁、吴淑珍到总统府去。啊，为什么讲这个哈？是因为我是骨科医生嘛哈。我的学弟是赵建明，本来是要介绍我呢。哎，啊！你敢知道我坐上？啊！你拢无探听？哎，哈？无啦，我坐的人吼，甲伊同款，是总统头家的查某囝，安尼听我意思无？啊，比总统较尊贵啦，吼、哦，因为是我们投他，他来当总统嘛，对不对？人民嘛，人民是最重要的。那我为什么提这件事情？因为吴淑珍不会走，他的轮椅。我为什么走骨科？故事是这样子：我在大学的时候去骑摩托车，阿伯阿伯载小载完同学，不载小姐，给弄掉。我怎怕九哥了？怕九哥，阿、啊、在台北市足不方便呢。阿到了怎安尼？我怎想要行骨科？好、哦，我当过残障人士3个礼拜，这样懂吗？我深深体会到，啊，人一世人拢坐轮椅，但是呢，如果他有那一个 sense， 他舍得把那些钱，把我们这些无障碍环境做好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刚刚走进来的，都有可能随时变成残障人士。我自己哈、哦，第二次做残障人士是去年的母亲节，我去打球，前天晚上把他拽掉，我跟你。登去，空照，哥我家己空的，
哈、哦，脚踝，六礼拜，逐天拢请司机，哈、哦，第二次做残障人士，随时有可能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莫想讲我要用到，我甲要用啊，你爱准备嘛，啊，甲创好嘛，伊若安尼做，对不？我今日吼，就讲伊无罪，安尼听有无？伊无嘛，使用期限无也，被当掉也。专心在挖钱，那个是一回事。你有好好建设，我还可以原谅你，要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吼，今嘛做判给他骗的，哎、欸，啊，哎、欸，这个不用鼓掌，哦，这个舍得啦，爱舍得。所以大家都好的人，在这世上好的人，要感慨，对自己要感慨，啊，对你的事情要感慨。我吼、哦、拿钱給我媽，我媽說叫我買保險，讓我病到要死。啊，我吼、哦、說你這買保險不是我要給你開啊，你買保險不是創啊，我都死是多少啊，你跟他說一下，我就弄看看，對吧？啊，不是一直要欠欠欠，我說你就要用嘛，對吧？我們人的使用期限只這樣而已，你不好好用，要用較好的，對吧？对啊，你要想会开，爱舍得，好不好 ？less 是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哈，爱舍得，好不好？来，讲较大声咧，来，要舍得啦，好不好？爱感，哦，爱感慨，哦，好不好？啊开吼，唔当我白开，爱开有意义的，安尼好不好？较早甲你讲，什么叫有意义的？啊、哦，讲遮慢，故事上济，阮后生甲我讲吼。啊、爸爸，你老还在告诉他，跟我爸爸好，每天去医院哦，都很多人，很多事情在发生啊，我又很难忘啊，有很多故事。好 ，Nexus 的 EX 哈、哦，来开始进入到 EX L 哈、哦、，L 这几个字最重要的哈、哦，我觉得是什么？来，大家投票一下，来跟我一样的呢就有奖品来，来有人举手来，来什么哪一个字？哈？没有。那个 L 开头的 love， 哎 ，love， 好，你若有爱，你就会甘嘛。啊，你若无爱，无真正爱心，你就唔甘。啊，你听我意思不？你会舍得，哦。你若较爱钱，较无爱这个人，你就尽量爱欠你嘛，对不？你若较爱钱，赢过你家己的性命，啊，唔就去叫去塞头头就好啊，那就爱塞来试试，对不？是不是安尼？哦。命较重要，吼，钱要开，好不好？促进内需，吼、哦，好 ，EX 哈、哦、，exercise 来，第一个字叫 exercise， 大家一起念来 ，exercise， 我吼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，我最近吼去上一个课，啊，这是台大 EMBA， 来，等下我台大 EMBA 毕业了，来，进来，有奖品，台大 EMBA， 隔壁的，什么意思？哦，正呆呆无入去读，还是住伫呆呆隔壁，安尼使举举手来。有啦，这大家嘛隔壁。哎，哇好。台大啊，都台小。台大的问题在这个大了、哦、如果我们能够不要那么自大的话、哦、大家都可以和平相处、哦、因为台大出来，我深知其中的问题。阿姨吼 ，EMBA 哈、哦。就是爱做两样代志，第一就是爱去爬玉山呐、啊，吼、哦，爱游过日月潭呐、啊，啊，因爱上体育课，哦，啊，体育课刚二十五个人尔，啊，迄、那個、台大 EMBA 吼、哦，拢是一挂高级的迄个主管，大概四十几个，当时我这个年纪吼、哦，啊去，啊，为什么爱去上课啊？是因为要升总经理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就被迄个公司就派去，但是发现吼、哦，这些人足够读册，啊，足够人管的，但是吼、哦，拢一天不到。啊，所以就爱跟上迄个体育课啦，哦，啊，体育课上完以后，哎、欸，他们发现哎、欸、很好啊，要推广。啊，我讲吼、哦，咱台湾实在是教育吼、哦、有问题。咱的国小的体育课吼、哦，除了两样以外，没有教我一个仰卧起坐、伏地挺身，那另外一个叫做什么球？来举手，快点。啊，那什么球？躲避球。啊，对，躲避球来。躲避球哈、哦，跟我这个有关系，这个我不敢丢给你，要拿给你哈、哦。哎，因为躲避球哈、哦、是造成。家庭暴力的原因，我太太、哦、很怕球，是因为小时候、哦、被躲避球打，她很怕。